吴彦祖于6月3日喜得爱女，同时还晒出小宝宝的手部照片，小手肉乎乎的，十分可爱。因早前吴彦祖与刘烨拉钩，相约以后要订娃娃亲。6月4日23:03，刘烨通过微博讨要之前与吴彦祖的承诺，称：“丹妞，还记得大明湖畔的拉钩钩吗？小诺他是个认真的人，丹妞你好，丹妞再见。”并晒出两人拉钩的照片作为证据。此微博一出，众网友纷纷留言送祝福，其中有网友留言称：“过分，我仿佛看到多年后乐意和 Raven 的混了几国血统的孩子用中文骄傲地对旁边的熊孩子说，我爷爷是刘烨，我外公是吴彦祖。”此外，姚晨在微博恭喜吴彦祖时还称，待到电影上映时咱俩可以拖儿带女的做宣传了。有网友调侃，这是要和刘烨抢儿媳妇吗？苏小鱼整理报道。